首先是任务全做完，指导列表最上面的衣服和画都是白蜡烛兑换，衣服200，全家福50。但是注意哈，因为联动原因，季节结束后全家福会从列表里消失，所以尽管衣服更实用，但推荐优先兑换全家福。然后就是尽头小岛可以上去了，光翼可以拾取，同时会出现一个跪坐点。进去后是全彩的母名谷，但你依然是只蝴蝶，母名之家依然不能进，点故事书能出来。然后是现在穿在身上的这个联动斗篷礼包，会在冬季版本更新后上线，大概时间是季节任务4开启之前，根据之前的联动季节预估定价为128或者168。它可以带你和跟你牵手的好友传送到母名之家。这个斗篷还是挺好看的，有种小清新的感觉。另外国际服有充值需求的玩家可以试试闪客 APP， ID 直充不上号非常方便，输入光遇口令还有优惠。母名之家是单独地图，非常遗憾并不能出去。整栋房子里有4种物品可以互动，所有的椅子和空旷的阳台可以坐上去聊天，所有的衣柜可以换衣服，所有的床可以躺上去。接下来带大家逛一下，不感兴趣的话可以跳到最后环节，季节结束。对了，提醒一下，更新后记得去领取魔法试穿一下。然后是季节结束后的变化，季节地图只能通过镜格的联动入口进入。列表这个开头就说了，再听一下，先换全家福。季节结束后，帐篷这里不能再进入母名谷，但是光翼那里依然可以进去。然后右侧的兑换人偶消失，仅剩建筑，同时多了3个穿礼包服饰的人偶围着篝火。这个购买选项应该是测试服独有，毕竟正式服公告已经说了，联动物品仅在季节期间出售。然后本期就到这了，大家有疑问可以发在评论区。最后求赞、求收藏、转发，万分感谢。